狗埋葬，狗儿报道。哎，对，一样，加油，加油，加油！不可能！再走，再走，跳跳，这边，这边，小心！哎哎哎哎哎！小心啊！哎，好，好，包子跳了，包子跳了，是啊，包子跳了，跳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找不到包子啊，找不到包子，包子在。来，快快快！对，今晚就花店啊，金花店啊，有人在订花的啊。完全都不想理那个球，丢他，丢他，丢他，对对对。五秒，老板，老板，今天精彩的特技狗，要猜猜哪只狗狗会站立走 S 杆呢？仔仔竟然为了酒令发疯失常。啊，我跟酒令讲一下，好，忘了跟他讲。酒令，姐姐讲，有人超越你的记录嘞！哎呦，太多了！我不想输酒令，我不想输酒令。哎，小熊啊，他怎么那么笨啊？我也不知道，听说他比那个酒令还笨。哎呀，其实他两个人啊，半斤八两，啊，差不了多少。呜呼呜呼，疯了疯了！请锁定周日八点档案发现场。全国收视第一的节目广告之后马上登场。马上进入我们火锅麦造啦！你看出唱片的出唱片，有没有？哎，没事干的没事干啊！出事了，出事了！哎哎 ，NONO 这个哎，胸口那只狗可可爱了。啊，对对对，狗为了配合等本单元，特地花钱做了这一件，全省独一无二。如果你有看到第二件，就是从我们店里卖出去的。好了好了，还有两位漂亮女生要介绍一下，好不好？一位是我们的叮当，还有我们梁静茹小姐。出片啊，出片啊！哎，这个静茹这个新唱片啊，它算是你应该算疗伤系的啊。对，很多情歌啦。情歌，哇，这个情歌一唱起来啊，真的是唱到人家的心里面啊。谢谢。哎呦，他来到台湾啊做宣传的时候，妈妈也陪他。妈妈，妈妈好可爱哦。妈妈一进来，我以为奇怪，你怎么最近跟那个景文走这么近？很像啊，对不对？像姐妹。对啊。那要不要唱一下你？哦，好啊，好啊。崇拜，崇拜。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被爱，你挥霍了我的崇拜。谢谢。哎，你一唱歌，那个狗都坐下来，坐得好安静。你看，对啊，他们都会唱我的歌。对啊，很爱听的歌。对啊，他的歌本来就有一种稳定军心的穿透力。谢谢。对对对，师妹来要介绍一下，叮当。哎呦，哎呀，我可以玩一个圈，把自己叮叮当当。哎，你也会唱？会啊。你让宪哥会唱的歌，那你算基本上要红了，因为他只记得几个人的歌而已。对对对，因为我一般来讲，如果我还不会唱，你想走红不可能。对，我如果会唱，结果你还没走红，可能是外貌有一些问题。不，不要了。师姐，不能这样欺负我们师妹。对啊，是内地来的朋友，唱一下。我可以画一个圈，把自己关在里面，把回忆挡在外面，却不能停止想念，在我的天空蔓延，它又的闪亮身边。我可以画一个圈，当作是完美句点，换那自由的蓝天，却不能停止想念，一幕幕甜蜜画面。如果放弃了这一切，那么在我身体里的灵魂是谁？Ladies and gentlemen, put your hand together。 怎么都这么会唱歌啊？会唱了。接着下来就算拿奖金了。好，几位爱养狗的人士对狗的了解必定是非常厉害。四条狗先介绍一下，来来来，小雪来掌声鼓励一下。欢迎黄先生，黄双万先生。目前从事印刷业，身高158公分，体重46公斤，而且最重要是今年未婚呐。哎，这边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传真过来。哎，两件友谊大头盔，介绍狗的身高体重。我就算你介绍人干嘛？不是啊，宪哥，那个主人怎么把狗抓得跟北京烤鸭一样？对呀，你是要站起来啊！
下来就跑了。出身雪白的小雪本来是妈妈在养，现在改纳入爷爷的管辖，跟着爷爷学了一身的绝技。好，在马尔济斯嘛，对对对，你知道马尔济斯他的哥哥是谁？你知道吗？哦，他哥哥一定是公的嘛？哎，为什么？该不会是夹公济斯吧？夹公济斯，我觉得蛮好笑的，好笑哎，感觉好像就问人家，哎，你知道卡通有谁的脚比较甜？谁的脚比较甜呢？小甜甜啊，对对对，有一个女孩叫甜甜。哎，现在我对有兴趣了，有兴趣啊？问你，先切割一下。那你知不知道哪个卡通人物比较容易感冒？感冒？感冒是吧？对。哦，哎，这个就不知道。哎呀，这个很简单嘛，皮卡丘啊。好，皮卡丘。哦。这个我们都不敢讲啊，我们就会觉得我们退步啊。赶快讲，就是狗的来的地方是从。女儿那边来的哈，大女儿养的，大女儿，我现在已经升级了，当阿公。哦，大女儿养的啦。哎，那什么样的才艺？来给我们看一下，有什么特殊的才艺？会什么？他会推球。他会推球。对对对。哦，他小孩子会推球。你看，如果一只狗会推销，推球好。好。哎呦，好忙哦，屁股好会扭。厉害厉害，他的高 A 卡得力的不啊？对听说还会这个跳手圈呐、啊？会，谁来？只要有手的人都可以嘛？哈，有。来，小雪来，来跳他，走，快点，准备，准备跳，跳，跳，这样这么，准备，这个圈不够大了，快点，跳，太高，太高了，狗那么短。好了，跳，跳，这边，这边，快点，好了，来。哎，休息，没有，因为这里啊，里面有其他非常多的味道，所以这狗狗容易受到影响啊。来，小，来，来，跳，哦，哎，好，不错，这是我们第一只狗了，欢迎二号狗，耶，李立贤先生带来的包子，哎呦呦呦，提供是吗？我就说会推球有什么用？人家这只会推销的。个性温和又不会吵闹的包子是爸爸工作时的好帮手，对于推销自家产品他可是相当卖力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让他提供是包跟你去工作呢？从小他就很稳定，那很多朋友都认识他，那他就跟我说，哎，你的狗那么安定，为什么不会包子访问他在走动，这叫稳定。是啊，你的讲一点比较实在的话，这叫稳定，都已经快走到南港路了。而且他在家里面跟老太爷一样，对，他坐在那边，哎，倒杯水来，狗就去倒一杯水，神经病啊 ！cake 拿过来，他就去拿 cake。最厉害的是，来拿根烟，哎，他就去拿香烟，是真的。你看，注意看，不许动。哦，哎呦，香烟还没打开，把香烟拿来。哎呦，香烟棒拿来给我，听到没有？快去！我要你休闲的样子。对，要包子，香烟拿来给我，包子。我估计他觉得是说主人翁今天抽烟不好，然后他朝你看了。对他有一点犹豫啊。来，停。其实同理可证。包子坐下。对，又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去拿拖鞋也是他拿的。对对对对。好，咬着。哎，好。他才喜欢咬。只有一个缺点啊，就是主人的公文啊。对。全部都是湿湿，他不流口水，他不流口水，所以他才会做逆渗透水啊，逆渗透水跟水有关系的嘛。他说不会，他不会流口水的。好，他工作的好，非常亲切的一只狗，是非常好的伙伴。要不接飞盘？他也会接飞盘？当然，太普通了吧？啊，你叫哪一只来狗接个飞盘？真的吗？接飞盘？干脆今天要玩就玩大大一点嘛，不要再接飞盘了。对啊，那人家接什么？接什么？接铁饼，好吧？是啊，那他只能表演一次哎，还是接一个标枪你？表演一次啊！哎，飞盘这样，来接着。哦，这是包子过来。好，这次我就只能让你们这个参考到这里了。好，这是我们二号，接着下来欢迎第三只小狗狗。好，欢迎张金山先生，我们带来的 Lucky。来，它是一只米格鲁，米格鲁。四岁的米格鲁 Lucky 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个性却有点小迷糊，对于主人的命令老是出现错乱的情况。我们张先生养了米格鲁之后，他发现啊，狗有很多种的情绪啊。听说你的狗会笑着。狗会啊，有的时候哈，带它出去玩的时候啊，哦，它屁股扭一扭啊，哦，那个嘴巴会笑啊。我曾经看过赵永华他那只狗哦，它会笑，会笑，对，它是笑什么笑，你知道吗？啊，好可爱哦，它脸会憋起来，对，真的会笑。赵永华那只狗真的会笑。真的是这样笑的，那你这次也会这样笑吗？狗的笑容哈，这学不来了，它学不来，就是有那么一个样子。哎呦，它在笑了，有啊，在笑，有啊，这样在笑，对不对？有啊，这样就是在笑。
没有没有，因为他嘴型对，有点往上扬，好开心的感觉。我们在侧面看的时候就是脸在笑的，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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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装来给他才艺来一下，来帮我表现他的才艺好不好？会装死哦。啊，这是很基本的，好不好？变变，哦，变变，好强烈啊！不能动，他一定要躺那边。不要了，他这个狗应该是灵眼吧？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又重剑，有没有？好，都会找一个软的地方躺。滚，来滚滚翻滚，来滚，来扑过去。讲错了，讲错了，哎，狗一直嘴里讲错了。哎呦，要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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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到一个舒服的地方，还会手受伤是不是？双手，来手受伤，来来。翻滚，坐着，坐着，来，坐着，坐着，坐着，来，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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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软蛮好，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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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才艺啊，写拜托啊，是主人跟狗拜托啊，对对对对，手受伤啊，发抖啊，还会发抖，哎，你弄你的贡献啊，我发抖，你弄你的贡献，也跟他练练，那发。麻烦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这是我们三号狗，接着下来就是我们第十一只了，好吧？这一只呢，应该算是一只红贵宾，是一个漂亮的女生，是是。那么九孔呢，从头到尾一直在搭讪的一位，真的好，一起来欢迎王文芳以及他的爱犬 Cola， 还有因为我们这个王小姐呢，本身是花店的老板，这个是宪哥的啊，是吗？啊，哎呀，哇，宪哥，哎呦，献花，哎呀，谢谢谢谢，哎呀。再一次感谢了，还有谢谢谢谢，刚好哎呦谢谢谢谢谢谢，你很喜欢宪哥对不对？对呀，没有没有，我觉得他比较需要就是。为什么他会比较搭？说你们两个只有一朵的原因，是因为说他常常追很多不一样的女生，然后要大量的花，所以然后让他知道我们花店包的他是很漂亮的，然后他以后要来找我们买花，然后就这样子。红贵宾 Cola 是今天最迷你的参赛者，害羞可爱的她是妈咪花店里的镇店之宝。有才华吗？有有有有有，你看她体型就知道她的才华是什么。主人没有下口令，没有说好，她就不会吃东西。你说 OK， 她也不吃哦。我真的吗？对对对，那试试看。来来，一定要说好，她才能吃哦。Cola 来 ，Cola 坐下 ，Cola 过来。哎，好好想吃哦。坐下，坐下 ，Cola 坐下，坐下，乖乖。坐下，你确定？我已经知道了哈，金锣铃铛，等一下不要选十号。好，来来来，想要赢，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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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还紧张吧。听 Nono 的是对哦，因为他上次赢的时候。不准动，不准动，握手，好了，握手，换手手，换手手，来换手手，坐正，不准动哦，不准动哦。趴下，趴下，趴下，不准动哦。砰！他也会装死，大家都会介绍，没有，他要躺下之前赶快砰，赶快砰，顺势就对了。躺下他就有啦，就是配合他的动作，他做到哪里，他做到哪里。好，可以啦，哦。好，来，我们现在马上进入第一单元的考验了。狗狗历险记游戏规则说明：一共五道关卡，路上充满的各式诱惑物，分别考验狗狗的勇气、专注和服从。谁能最快完成关卡，谁就是今天的冠军哟！选一只，我先选二号。二号，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刚才他在那个接那个飞盘的时候，专注力很够，他不会受到旁边的诱惑。你们现在再看一下，他已经睡着了，已经妥了。哎，起来哟！你看他专心睡着了。好，下注多少钱？下注两万呐。先两千吗？哎，我们三千以上，你们你是天后哎，你下两千块，你的粉丝怎么办啊？啊，那我换五千啊。好，这样有比较好吗？好一点，好一点。来 ，No No， 你说过你这要破纪录的哦，你就是两万、四万、八万、十六万都过。对啊，你就这样，就拿出我在澳门的那个澳门的金。噔噔噔，一万二，哦，漂亮，是哦，是哦，几号？这样可以吗？几号？我要选。大家跌破眼，我跟你讲，我首先比好，他一定选那个，对不对？好，好 ，OK， 好，我就跟你讲，我选一号，你看，你看了没有？是利亚，刚才，你看利亚，你们不要的，没有看到，你忘记这一样在干了，这样啊？我跟你说，我本来要选三号，所以他刚刚表演完要拉回去的时候，我看他一直跑过来闻那一只鸡。OK， 到那里可能会被影响，会被影响。那你看一号这样小小，可是他在表演那些动作都是。主人口令到哪里，他做到哪。对，一万二。好，来叮当。我要五千，我要五千。几号？五千。五千。我要四号。你怎么突然变外国人？怎么变成原住民？英文国语。我不是。你选几号？三号。三号。嗯。哦。因为他很机灵，然后
我觉得他就是就觉得蛮嗨的。OK， 现在马上给他们看看到底哪一只狗能够过五关斩六将，用最快的速度。睡着了，啊，四号没人选，人家拿了，人家花了那么多钱买花给你们。那我们选四号好了。不一定啊，我们四号一过关通杀，通杀嘛，四号是我们的狗了。有四号，加油！有人选四号，加油！加油！四号，四号，四号。一号狗，一号狗是由 NONO 来选出来。对，一号，加油，加油，加油！一号，各位，你不用那么大声，你把我知道，看赛狗就是要喊出来啊。个子这么小，赛马要喊出来，要不要不要不要，叫从跷跷板跳下去就。准备了，预备，走走，快快点，快快快快冲！过过半就有分数，过快快点快，上上上，快点！哎呦，这个可以耶！小智灵巧，对对对对对，小智灵巧，小智灵巧，对，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哎，对对对，来来来，怎么可能？再走再走再走，跳跳，这边这边，继续继续，哎哎哎哎哎哎，快点快点，不能右手不能右手，不可以左右他，继续跳跳，快点跳跳跳跳跳跳跳，下来下来，跳跳一上跳一右，快点，要去哪里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这边这边，快点一万二，快点快点。快点，一万二，第一万二超赛啊，哪里？小姐，时间在走哎。老板你要，老板你要陪我一万。38秒了，38秒了，不用啊，放弃，放弃，放弃，赶紧再来。这失败第一次了，这是第一次试跳失败啊。哦，他不敢下，他怎么停在那里啊？一边，加油，快点，走，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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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脑子在小雪身上可是下了大注，狗狗能为他跑出好成绩吗？真心哦，真心，哇！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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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吃东西啊！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他想说在家从来没有那种大餐呢。因为他老板觉得他怎么把我丢到凯悦来吃东西？对呀，他很高兴啊！哎，好了，来快快快！对，去外面休息，花店哦，去花店哦，有人来订花了哈！喂，小朋友，小朋友，哪边的？你在跳芭蕾舞？耶，到底哪只狗狗会是战力过 S 杆的高手呢？待会儿爆火力在。仔仔让宪哥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哎呦！你不要吓我！你可以再能改一点，我没有成就感了。请锁定周日8点档案发现场。别走开，广告之后还有更爆笑的哦。欢迎继续收看周日8点档案 Part 2。加油！准备，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来，我们节目最顶强的一只狗了，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吃东西了！哎，你手不能帮忙，快点，手不能帮忙，老师，不行，是，快快，今天不乖了，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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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乖了！快点，快点，这边，这边，对对，下去，下去，这边，对对对对，上，这边，这边，小雪。哦，这边这边，快点，小姐上，小姐上，小姐小姐小姐，快了，小姐，他快吃东西了，快点，这边这边这边有位置，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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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快要经过了，快，时间过了，我的又37、38秒了，快点快点快点，我吃不下去，快点，又到12秒了，算了算了，快点快点，冬天他还排第二名，下来了，快点了。拜托啦，快点，小雪，拜托啦，拜托拜托，快点，快点下阶梯，小雪，回来回来回来，快点下下跳跳走走走，我走了，再见了，拜，快点快点，来回来回来，小雪小雪，这样吃这样吃，小姐你失常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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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失常，我看这边，我看是你失常吗，老板，跳快，来了来了来。快点！哇哇！1分15秒！哇塞，这会不会久了一点点啊 ？No，75秒，没关系啊，但是他很认真。好，欢迎二号，来来来，包子来。他睡觉了，睡着，包子走了。起来，走了。二号好像很慵懒，很慵懒，很慵懒，真的。加油，二号谁选呢？哎，我选的。加油，加油，加油啊！有信心啊！刚刚应该压2万，怎么样？你要不要加？可是刚刚他突然在睡觉。宪哥给你机会，要不要加码？我给你加码，加码。加码就是离开了唱片公司嘛，加码。我可以扣，我不要加码，因为他刚睡觉。哦，好，1000，好，100，好。加油！哦，一次。没关系，没有，再来，再来，再来。小雪你好棒啊，小雪。第二次。好，包子过来。哎，好，过来。走走走走走。过来，对，
去，快快快，先去休息嘛，你累了就回去睡觉。哎，你不能干扰他。上他真的好慢，不懂。哦，你可以回家休息睡觉。哎，退，包子退，上来退回去，退。不要上去，哎，上来。哦，这样可以。然后他直接跨上。哦，对对，下来，上来，走，走走走走，走，上来，停，过去。手不能碰到，好走，手不能碰到，走，走，时间在走，坐，哦耶，哇呼！好，那么干掉 No No， 九秒 No No 淘汰。我跟你说，我的赢了。我当那个荷官，我直接先还。哦，你这样变好不好？我先背一碗。这你什么资格？我先帮你们赔赔完。哎，我们是庄家，没有告诉你，我们四号一出来全部通咬。吓死你了，好，再来三号，我们叮当的头。三号，加油！三号，小可爱，加油！来来来来，冲啊！三，来来来，大哥。好，上去，快快快！加油！哎呦哎呦！加油！手不能扶，手不能碰，手不能扶，手不能扶，手不能扶！快快上去！加油！加油！加油！包子掉了，包子掉了，西亚包子跳了，包子掉了，西亚现在包子掉了，包子掉了。还有一次，还有一次机会，还有一次机会，没关系，还有一次。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找不到包子啊！找不到包子，包子再次，好，再一次，再一次。我跟你讲，这个这一关哦，这一关狗已经尽力了，完全是主人那个包子的问题出现，对呀，太糟糕了，好紧张哦，各位。那么第二次我们要增加它的难度，好吧？把全部的包子通通扒开。把那肉馅露出来，肉你看了吗？这个肉增加它的难度。拜托拜托拜托你！这是谁的狗啊？他一定要受到这么大的考验。好可怜啊！真的当的。好，坐下。他喜欢吃包子啊，对，他喜欢。你真的不能再把包子给掉了。对啊。好，鱼尾。好 ，Lucky 来。不是啦，哎，等一下，不是啦，哎，阿水，我给他找那个找。怎么会这样？还有还有，哇！来阿弟，来阿弟，来！失败，差点就赢了，包子没有掉就成功。那个不是一二三门开，然后他这样跑过去，然后假如你没开，他要跳你门又开，刚好跳到开的门上面，卡到门了。那只狗撞完之后还回头干，对啊对，然后才继续撞。好 ，OK， 还有四号，我们还有机会啊。来来来，王小姐，这个就叫红贵宾文芳。对，你觉得他有希望吗？还是王小姐，你有没有信心？只是来浪费我们的时间的。有没有信心？有。有啥？好，请准备了，预备。来，快这里。来，这里，来，库拉，库拉，快！你看，这里，哦，好，对对，不要不要放那边就下去了，那边那边那边，我们手搓他的脸，你不要挡住他了，可以来，对对，往前走，往前走 ，No No， 你已经输了，你再往前走，没错了，你也不可能赢，哈哈哈哈哈，那个大怪给人家，要怎么拿那个机会用他？吓的，蛮吓的，多大？他光在这个地方失败了。那么文芳不用再试了了啊！好，各位，今天我们的冠军就是我们的二号，29秒，厉害了，包子。好，对，好 ，OK， 第二一关来了。那么这一关叫做你丢狗捡，哪一只狗最会捡球？你丢狗捡规则说明：60秒的捡球游戏充满了诱惑，谁家狗狗捡的球最多就是今天的赢家哟。我猜是三号的米格鲁，他是一个很好动的，对，而且专门追老鼠的，会咬老鼠的。三号，压多少？多少钱？2万，1万好了啦，随便你啊。还有很多，1万马币是11万呢，12000，还1万3。好，哎，这包单的，单数的是怎样？九孔鸡是红哥，喂，12000。啊，对，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个制作单位有讲，因为大狗跟小狗嘴巴不一样，所以小狗的话就咬乒乓球，就是乒乓球，大狗就是咬棒球，好吧，公平，合理的，对，合理合理。好，来，好 ，No No， 我，你剩多少？我剩8000啊，对啊，对不对？8000里路云和月，8000里路云，8000，对不对？再来就是16000，再来就是32000，三万二。我的那个赌神音乐帮我下一下，哎，没有带，好，8000，几号？我现在要玩二号，二号，因为他刚刚对
咬那个。我跟你讲，最爱玩球的狗就是黄金猎犬。对，我们在上一集已经讲到了。我跟他道哥一样，也是二号。好，也是二号。等一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今天真正有在玩球的是一号，而且玩大球。对、啊。但是我有一次看到，就是公园里，就像刚才那个有主人，然后丢出去，他很快，他出去，然后马上就回来。是这种狗，是这种狗吗？对对对。好，那就选二号了。多少钱？多少？一万块，宪哥不好意思哈、因为四号从头到尾都没有人选，是吗？我们这样先走，还是我们的、啊？好了，好不好？我干脆跟你们讲明了啦。怎么说？因为那个花店送花来嘛，今天我们有订花嘛，有。订花完了之后，有一只狗没到嘛，刚好他有带一只狗来，我们就说你帮忙旁边坐一下。他真的是跳狗咖的，对不对？跳高咖呀，对对对，谢谢你啊，辛苦了辛苦了啊。好，第二个一个电单、啊，依旧选择的是223。好，先看我们一号吧，来，请准备。哦，乒乓球啊，小的，真的吗？开始吃两个，来，快快追追追！小心，要丢到墙壁，要丢到墙壁，吃的吃的吃的，对，鸡腿，鸡腿，要丢到墙壁，丢丢丢丢，吃鸡腿，吃鸡腿，不想理那个球，丢它，一直丢它，一直丢它，对对对，一直吃，好吃，好吃，好吃，吃扣肉吗？好吃，西沙，不行，吃扣肉，不行，吃在那，不行，吃在那，扣肉西沙，拜托，要丢到墙壁啊！对，追追追追追。不要啦，吃东西啊！对对啊，对对对对对。他每种都吃一口，在家从来没有这种大餐哎。因为他老板觉得他怎么把我丢到凯悦来？对啊，他很高兴啊。丢过来，这些都是白费啊，也不用丢到墙壁的狗。这次应该是那个卤味的那一场，你干嘛？直接来喊没嘛？小姐，四三二一，小姐，完全一个输啦。这一局是来这边吃饭的吗？快洗掉了！大家有没有看到都没有选一号，可见他们都蛮有见地的啊！对对对，好，欢迎二号，请准备。哎呦哦，好来好来，认真哦 ，no no 的狗，好不好？认真的哈，计时一分钟，丢到墙壁哦！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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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虽然有一点慢，但是 OK 了。来，多捡一点，多捡一点。球放一个进去。哎，对对对对对。哇！哦，来，完全快吧。是啊，哈，捡到了，放回去。丢。好，好，放个进去。耶！快点！哎，要摇，他都会拿香烟的球算什么？哎，鸡腿要不要先抽一下？来，加油加油！还玩起来了！来，耶！快点好棒哦！对，哦，好，来，快一点，快点，时间到，哎，好，几个，七球二四六七，完成，哦呦，哦厉害哦，再来是我们三号，请准备，耶，嘿 ，lucky， 进入这边呢是12000元哦，好吧，加油了，预备。专心哦，专心 ！Lucky， 耶耶耶！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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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快，还有时间，哇塞，时间快到，倒数28，对，七，6，5秒，五秒，老板，保证没办法了，好了，剩下四号了，请准备，王文芳小姐，来，等一下，那姐回去，好，预备，好了，管好，那一只狗，哎，现在玩了，好了，
结婚戒掉，结婚戒掉，阿姨我们要，阿姨我们要，套姐套姐，啊不好意思啊，哎呦，后来的第一关跟第二关好像都给我们同样的感觉，哎好像不想往后面走，他永远是往后面走，哎来这里，喂，他完全都不想往前啊，果然是花店的狗啦，宠物狗。没有什么功能，一分钟的时间啊，他花了50秒在抓狗。二一，好，谢谢，失败，好，失败了。那么，赔钱，各位，还好这里咬了一个凯子他娘12000，哎呦，再拿6000，找你这样，哎，好，姚总，你多不够赔，才10000，是吗？对他下10000，不够，好，我输了，赔了，够赔了，好，各位，最后一关呢，我们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好，你们听过狗能够站起来走路，对不对？对，好吧，他除了能站起来之外，他还能，我们给他这个标杆标装在那边，他能够绕着 S 行走，还站着啊，站着，两腿站起来 S 行走，好厉害哦。那我了解了吗？我知道，这样厉害，我知道四号今天来干嘛的。你算聪明的，他 S 型的，拜拜，告辞保胎。请选择开始，来，我选，很难，而且他可以走到让你很崇拜。对，一定要让你真的觉得是崇拜，崇拜，对，崇拜。差点忘记了，他在赌博的，对，他忘记了，你要崇拜的，他忘记了，目的了，哎，不愧是云顶派过来的，对啊，我要下几万这样。哇，你一二三四拿过了，到底拿几号？一号还是四号好？那选一个，就一号喽，那就一号啦，随便你啊。而且我告诉你哦，通常做单位很贼哦，确定吗？一号 OK 吗？你要问诺诺，你们两个人怎么那么犹豫哈？你们两个又不是合伙人。对啊，你到底要不要嫁人嘛？对嘛？因为我也在考虑一号或二号，那就二号了嘛。大家不要以为大狗不会走。不，那就一。确定啊？对。那就说了吧。1000块。对。真的假的啦？不是啊，最后一关哎，最后一关，最后一关没有机会的啊！你说了啦，对不对？你等下赢了就26000了，可以带妈妈去吃鼎泰丰了。来，诺诺，我。16000圈下，说了，说谁？四号，说谁？我很想选四号，又来了。但是他前两关的表现，让我选不大下去。你选四号，还送你一个订婚戒指，真的吗？你看你手伸出来，我选一号。我怎么可以跟你抢呢？你已经适婚年龄那么几年了，对不对？确定吗？15000。好，一号16000，来，叮当。叮叮当当，全部是25000，25000，好有钱，今天的大赢家，好了，哇，温州人很有钱 ，Number 4，毒瘾，哎呦，我跟你讲，这叫做有眼光的，他没看到，厉害，是不是？好，那我们就先看看四号，直接让两位死心了，好不好？好，后面就看，请准备，四号就王小姐就位，一百，来站起来的时候，叮当选的。来，加油！对对，抓对，抓快，抓快！他去哪里啊？为什么老是往那边跑？四号可以开始表演了吗？四号，这关是主人用。我选错了。王文芳小姐，那么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心里面有一个疑问，想问你啊。对，你养这只狗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它很可爱，可爱哦，就是因为狗可爱，全部的才华就是可爱了。我要谢谢王小姐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三号请出花，好不好？好，谢谢。Lucky， 各位大家要注意到，这米格鲁的后腿是很有力的哦。哎，真的吗？真的吗？好，请准备，预备，拜托，哎，对，走了。哇哦 ，Lucky 居然站起来了！今天的比赛难道会大爆冷门吗？仔仔竟然为了酒令发疯失常！我不想输酒令，我不想输酒令。听说他比那个酒令还快，哎呀，其实两个人啊，半斤八两啊，差不了多少。呀呼呀呼，疯了疯了！请锁定周日8点档案发现场，内容非常精彩，千万别断台哟。欢迎收看周日8点档 Part Three。好，请准备，预备。拜托，哎，对，走了，没有，他没有站不久，你看又弄倒了。没有，因为罗罗在 gay 考，不可能，走，不可能啦，走，不可能，他没有练习这个，他就不会这样绕嘛，他只是站得起来，他也不会这样走嘛。
不要弄倒了啦。好，再试吗？不行啊，不行啊，还是排一排，算了，把真正答案亮出来吧。二号，哎，先问一下，万一如果这四只小狗狗都没有过呢？不行，一定会有一只，一定会有一只。如果都没有过，我们赔双倍，把全部都还我们 double 哎，我们赔双倍，听说了，对呀，说了一定照做，好吧？加油，所以你的希望就是希望四只狗都不会这样，一倍。包子就只会这样而已啊，包子。他还是这么慵懒啊，包子只会这样而已啊。哇，不得已了，没办法，不容易啊。站起来，比较难。那你想办法让他站立起来看看。他有办法站，太重。他有跳的，其实太重，他只能这样，最多跳而已。好，各位，难不成会是一号这只小雪吗？我来当荷官，我来当荷官，假公济私吗？哎，还不知道啊，还不知道，搞不好要通赔哦。对，好，欢迎一号来。可以打电话跟妈妈订餐厅。不是被地撕过。哎呦，在在在，他已经在了，失败了，你看有没有？没事，认真一下。没有，各位一定要认真。现在是暖身而已，如果没有办法走完，我们还是赔，照赔两倍。他忘记 S 字型了。S 字型，好可爱。他只会直走。他应该是能够，还是从另外一边走过来？来来来，就这样子就好了，这样他就会走了。啊，因为他的路线喜欢走右边嘛。再走不会就换个方向，勇敢上脸。来吧，配合他的方式。S， 快点，快点，这边，这边。啊，我跟你讲，离心力太重，拿来举高杯。来，喝醉。哎，看到没？这边绕过来，绕过来，走错了。绕过来，再快点，绕过来，过来，好，过来，过来。有了，哇，好可爱，这个对，这样真的很可爱，是熊，好像是熊，你看，来，过来，哎呀，给大家顺便看一段精彩的 VCR， 还真的还在走，在家里面又没有干扰，来，你爬上，爬上，爬上了，不行。听话的小雪在家里表现怎么样呢？哇哦，真是超可爱的哦！哎呀，这差一个，哎呀，再一次。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凤飞飞造型的走秀表演。戴上帽子也没有影响他的表现哟。可爱的小雪一听到阿公要出门，还会抢着咬钥匙走在前面，以为赚到一次兜风的机会。其实阿公只是骑铁马到附近逛一逛。哎呀，太可爱了，太厉害了！哇，厉害了，那么叮当的咬走了 ，NONO 获得32,000元的奖金。2,000元的奖金，再次给他们热情掌声鼓励一下，也谢谢我们四只可爱的小狗狗。休息一下，继续进入我们更精彩的周日八点档哟。那三个完美的防御云，解不开锁码的乐趣，看不。案发现场躲猫猫耶！啊，哎呦，真的是他吧？是谁？啊？子侄，喂，被这么大胆的追过，哎呀，哎，真的是仔仔啊，哎呀，帅毙了，对呀，你好帅啊，难怪观众朋友都写信来说我们两个越来越像，哎呀，真的，有一点有，真的想要让人家拥抱他，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啊，现在啊，除了演电影之外，电视剧之外，
唱片又来了，好好听啊！我不是 F 四，那我跟你讲哦，现在楼上有一家子人呐、啊，就在前面在等你，好不好？对，那我们上去唱给他们听，好，好好好，环境比较安静，听仔仔唱 live， 好不好？好，好，走，走，请走。哎，搞了老半天，厉害厉害，毕竟都是老外、啊、，English conversation。哎呀，天哪、啊，那今天我们来根本他们不在啊。怎么可以不在？晚饭期间呢？没关系啊，三餐老是在外，人人叫我老外，这老外老外老外，对呀、啊。宪哥呢？这个时候英文的 conversation 完全发挥到极致。今天我们两个只好当翻译。我讲好不好？今天就让大家看到为什么我能够畅行美国五组。对对对。我用的就是我的 poor English， 很简单，有一点洋金帮，但是呢，它却跟文法无关的。比如说，肚子饿不会讲 hungry， 不会讲那个 keyword 一定要会。对。哦 ，hungry 都不会的话，哦 ，I'm sorry， I feel， 哦，他就会带你去绕赛。我出过错，所以要特别教你。有啦，也教过老外女同学。这个传你绕出来，表情太痛苦，没办法。Anybody home？ Oh my god！ 天哪！恐怖是啊！他才听得懂。It's okay, you are Chinese, like just like my English. Yes. 哇哇，那这个一定是儿子了啊。长高。一个啥？我的 handsome guy, you are. Say something to everybody. Come on. 哦、讲中文，那这个是弟弟啦，哎啊，这三弟，有 young brother， 大家好，哎，我跟你讲，那这位红衣女郎 ，Lady in Red，Ready，Who you？Who are you？ 应该是他的外婆，外婆啊，是外婆啦，外婆老婆。那introduce your partner， OK， 来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先生。这个是 your 我詹姐哦、oh, okay. ，对，等一下，我要 make sure 一下，your husband， 我是先生 ，no me， 他是三姐，先生，I see，husband。因为他们家摆电视的地方是一个水族箱。Where is the television set? Only refrigerator. 那是冰箱啊！啊，水族箱，水族箱别让工人的工冰箱啊。OK， 三姐对不对啊？三姐，好漂亮！明明这是真的自己的姐姐。对，七姐姐。一家都漂亮。哎，上来这位，这是啊，飞扬，看得出来。啊，是啊。我们是谁相似哦？哦，哎，对呀，对呀，哎，这位是飞扬。飞扬，他就啊，还有，啊，妈妈，妈咪，nice to meet you， 妈妈。对呀、啊，好可爱呀、啊！哎，女儿嫁给老外，当时你有反对吗？我不是光这个人，我还有美国的女婿，都很棒的。哇，妈咪呀、啊，你家简直是被八国联军打过。对呀、啊，是啊。跟周探案发现场来到了戏子的史先生家中，看似正常的客厅，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电视机。在钢琴键及合适是全家人一起玩游戏、联络感情的场所。另一头，餐桌上丰盛的菜色可是为了隐藏疑点而准备的哦。餐厅后方的长条形厨房及后阳台更是埋伏着重量级的疑点。而主卧室中依然没有电视，在窗边的躺椅上看着书及窗外的风景就是他们最棒的享受。小儿子伊恩的房间里简单干净，因为爸爸妈妈就是他们最棒的玩具。大儿子欧文房间里摆满了各种机器人和汽车玩具，是专属他个人的城堡。这次师奶杀手仔仔的到来，让左右邻居都一同抢着目睹巨星的风采。今天负责躲猫猫的是欧文、伊恩和婷瑜三位小朋友。新调剂是由女主人陈小姐负责别上，为我们提供情绪反应。今天呢、啊，这个人来到这边疯掉了，为什么？西奈杀手。好，西奈杀手。啊，你看这 handsome boy，F4。Four。Do you know？
Do you know this guy, this team? This is the Formula One team, right? 啊, 啊他说是那个一级方程式嘛。赛车啊，法拉利。OK， 人出来就这样，欢迎仔仔。脸上的表情跟我们出来的完全不一样，有没有？哎哎，手还捧在这里，哇！我是一个粉丝啊，真的吗？好，各位各位，今天是啊，你也好。这是出唱片，对不 对, 对？那已经两年没出了，虽然大家还是很热爱你，但是今天要 special， 好不好？好，见面就来个拥抱，每一个都抱一下，每一个是不是？每一个没有，来，还从这边开始，快快快快，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好，妈咪妈咪妈咪，来来来，哦，三姐三姐三姐，好了，亲和力的，哇，哎哎，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这个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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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那仔仔出唱片了，哎，我们要不要听他讲？你有事要问是吧？没有，没事哈。那我们唱歌给你听好不好？好，来一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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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歌好好听，点歌那个，好吧？爱你恨你，爱你恨你，好不好？好 ，OK，OK， 好好。Love you, hate you， 好。Love you, hate you， 需要打拍子吗？快打是慢？可以，来这样子就可以了。1,2,3 满城星外惊喜，醉了我来紧抓紧，我爱你很紧，满城星你也爱紧，呀你呀你过啊，喂，真的要唱一下啦，好不好？来来来，不要客气嘛，好来，好，好来，爱你恨你，好来，好，到底爱你还是恨你？我爱你还是恨你，只能无能为力的接受，看着你从旁边窗口进。我爱你还是恨你，到底爱你还是恨你？没有勇气再回头，这次我想我又错过。掌声欢迎。好，我跟你讲哦，那今天你来哦，我跟你讲，60,000块帮我们留下来，来来来，好吧，来来来，这个，你今天这个压力很大啊，嗨呀，就说要抱一下嘛，嗨呀，抱一下抱一下，对，抱就过来抱过来，喂，没有啦，我干啥？哎，干什么？你也来排队？我很久没有抱其他的，唱好了，唱好，好，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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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是要抱一下。讲实话，这是一个感觉，好吧？来，大 S 来了，哎，好好好好好好，先去外面享受那个余韵，好吧？先把那个余韵感觉一下，三个人跟七个一点，咱们把它藏起来，好不好？来，开始，来，谁来？这里，哦，我把它煮了一桌好吃的菜，哦，好好吃，这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那个鱼丸特别好。Oh my god！ 那个捏出来的。各位，这个鱼丸还不错。不是，对，他不敢买。现在这次定了，我们两个玩大。不是不是不是，那他浮起来怎么干？放一些肉在上面，要不要？对对对。啊，对对对对，把肉掉。啊，等一下，我刚听到什么？我刚听到什么？你的中文怎么全听英文好？我得就摆一个肉在上面啊，你们这些笨蛋！我以为他不会讲中文，你的中文学不懂，中文不是煮东西的他会，因为肉肉放在可以拍胸的上面就好了。哦，不是，太明显了，太明显了，太明显了。好好好好，这样就好，这样啊，有没有？开始，这样。好，这样 ，OK， 好，盖住。Okay. 好，来 ，Number One， 好。小朋友还在，所以人会躲在那边，好。OK， 我有没有被看到？没没看到了啦，没没知道了啦。哎，疑点呢？疑点。被吵到的话，你就当是吓他。哇，有没有？哎，小孔，哎，听说那个疑点很难，你赶快帮他找出来吧。讲出来吧。啊，很少看到啊。哎，疑点，我，哎呦。正，这个拖把上面，这个竟然是一个
虎皮卷，有没有虎皮蛋糕？太难了、啊！哇，这个难，太难了，这不行了。太难了，对对，我们今天把希望寄托在这上，就是很难找到。好，好，上几个了？找不到。来来，我们知道他们怎么进步的那么快，进步的那么快，找不到了嘛？好，一个人，两个一点的。继续往这边，这边吗？这里有，这里有吗？这里有吗？这边，先从这边出来好了。啊啊啊！哎呀，等一下，哦，这边还有啊。这个弟弟好鸡婆，这还有啊。你快躲好你的就好了。先跟我跟你讲，他热情的参与，他从两点就开始自己蕊，然后自己蕊了。他每一个地方已经自蕊八遍了。如果拿到60000块奖金，拜托买一部电视嘛，才20000块就只看中视这边。OK OK。哦，啊，你就把其他的频道去掉，剩下中视就好啊。锁住。前天后就只看中视。专门为你们服务。用那个用你买那个快干胶粘住那个转。不能转台，不能转台。OK OK， 还一点。你现在电视以前要讲这个，都是这样，差不多也是这样。这一边乒乓球拍。两只就够了，我刚刚有看到，我平常九掰有什么问题？哇嘞！这个是果草莓酒，草莓酒酱不是啊，肉肉肉肉，哎呦，哎呦，好好，你这个那你不抢，我们怎么的？OK OK， 好。香哦，今天完蛋了。他有没有很久没有跟我讲过的？哎，这个对呀。这边。今天几号？今天要改。Oh my。哦，等一下，我都不知道没发现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数字吗？我跟你讲，他可能就忽略这个。今天是礼拜，今天是礼拜四。一二三四五六，礼拜七啦。他有八天，他一个礼拜有八天。他多了一个。对，我怎么今天我们全部希望就摆在这上面。现在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作战计划。我今天的作战计划呢，就是。我不是 F 四，那我是谁呢？我是史家人，这其实的嘛，对不对？我是他们一份子。我现在必须要，我想我，因为听说屋主的老婆很喜欢我，所以我想要跟他去挖干井，然后看看小朋友。我最有小孩子缘的，我希望能够从他们口中能够套到一些些对我有利的情报。那交换的条件就是，F 四。之中的啸天会陪着他们去3天2夜，度假之类的，介绍台湾，顺便推销一下这个观光局的东西。OK。这边就是小朋友都要学一些数字啊，认识小动物。水果、兔子、芒果，认识小动物，那就恐怖了。因为为什么？我刚在这里看了老半天。好，我知道他的中学的中写错了，是木字边的中。对，只是因为这样吗？而且这熊少一点，对不对？四点，只是因为这个字错吗？那这样子太苛刻了。啊，认日恩肉肉肉数，不要再讲一遍。小的认识小顿顿物。要顿哦，三个合理的，孟加拉，孟加拉，尊雄，尊雄，因为仔仔安，仔仔安跟恩都分不清楚，金刚，宁阳，金刚，好，所以注音不对，注音不对，好，那剩下两个人跟一个疑点，剩下一个人，盖起来。啊！好，声音才可以出来哦。啊，听到吧？刚好有一个互动的游戏在这里。哎，等一下，哎，还有，你没有听到啊？各位，这边有什么？你看得出来这个地方有疑点？他没有看到我拿那么大支枪了，吹风机哦，吹风机，干嘛？听到爸爸跟这样子跟儿子玩的吗？对呀，跟戴伟来说，你不要自己跑出来哦。好，那你要躲好哈。好，那我们现在把他们带进来。我们今天六位，还有，赶时间吧。今天这么还有一点，还有玩的一点。哦，好，那再来，还有。各位，这当然是我们的吉祥物啦，来进来。你
面哪里有问题？夫人，早上起来要刷牙。我们刷牙。Oh my god！ 你啊，各位，你是自己的对啦。哎，但是，所以有没有看到，我们经由做节目啊，他还做了小发娱乐，不是，搞不好马上出现这种双头的。其实这样子说不合理，其实他也合理，只是说到现在还没有人发明，所以说他不合理，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你是哪一单位？对呀，我是难怪你不是发明家，好想把它吊在那里。好 ，OK， 就这一个了。双头刷，双头刷。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Last One， Last One。是耿哥耿哥啊，有我的照片呢。耿哥喜欢摆一些玩具在每一个地方，他因为有一些木头。对呀，照片呢，我看到了。一些木头的车子。哎呦，那这个就是，各位，就这部车了。香，人家是火柴盒小汽车，它是饼干盒啊，好香哦，你闻闻看，饼干哦，你看这啊。OK， 这饼干真的好香。好，赶快去带彩台进来， yeah， 好吧？6万块，我们这一家人拿定了。定了，太难。案发现场遭遇史上最大危机，原本躲在主卧室小椅子中准备要下崽崽的伊恩，因为见不到妈妈而不想躲喽。但是妈妈太胖了，摔倒了，真的是。崽崽已经步步逼近了，情况到底会如何呢？欢迎崽崽来了！耶！宣读他的权利义务。好，等一下，请站好，宣读一下我的权利。你进了这个门之后呢，你有40分钟的时间，40分钟之内你要找到3个人，7个疑点。如果说找不到的话，我们就不放播放你的 MV。好，如果找到的话，我们就播放你的 MV。那请。6万块，你再帮我们锁住。够，如果找得到的话，那我们就播放你的 MV， 同时把6万块给他们。没错。那我们有什么？那我们我们得到快乐，我们得到高的收视率啊！6万块给他，然后又帮他播 MV， 那我们三个人白忙。我们就做王。好，那好了，把6万块就给了他们，然后帮你播 MV， 然后我们三个就被王军砍一刀。新歌叫什么？我不是 F 四，我不是，你是啊，你是啊，我是啊。好，改名字。所以新歌叫《我们是 F 四》。新歌是《我们是 F 四》。我是门认识不见好，我是仔仔对你。我说不出口，说不出口，我们要龙颜成戏嘛。预备，开始，开始，好，10分钟，计时开始。Go！ 好，新歌，新歌，跟我们所有人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好 ，Hello，Hello。只有基地没有，只有基地没有。稍微打扰一下，我可能这些东西都可以碰吗？对，可以，可以。只有基地没有，女人不能碰。女人不能碰。我俩，女人不能碰。我们家，没带6万块的可能性就少了一步。OK 啊，好，开始了，加油！好，为了荣誉而战哦，仔仔，九令就觉得他失败了，所以你要为他血耻啊！好。好幼稚，好幼稚啊！来，石先生，怎么了？怎么了？女人躲，好，没关系嘛。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爸爸，你看仔仔在找了，我们看他怎么找。哎，他找得很细耶。不过我们今天哦，说真的，我们今天这些疑点呢，真的是泯灭人性。对啊，没有一个是那么容易的。哎，我们不应该瞧不起人家。真的吗？认为仔仔会很笨？对啊，他可能会用时间来证明他很笨。而且用40分钟来证明啊！仔仔找不到，仔仔找不到，又欠。两分钟过去。好，妈，妈，不要追啦！哇，你头像都不能删啦！你要看是叫妈好突然的，对呀，妈。笨帅，好无聊的。一个会吓人的东西。真的，他应该被吓到。一点点。我觉得仔仔今天真的很辛苦。
很细吗？我们平常都有两个人，只有你一个人。对啊，因为我们觉得你的观察能力非常的很细，真的是太抬举我们了，真的。我帮你的门外掉。哦哦哦哦哦哦哦！真的啊！哦哦哦哦！哦，找到！哦，陈心。哦，陈心。怎么样，哥？我看的没错的话，这个应该是没有，这是憋蛋呐、啊！憋蛋、啊，真的、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呦，像话吗？憋蛋没吃过、啊，憋没吃过，哎，拜托，我们英国的海边有多少憋啊？对啊，这憋蛋，而且不用剥壳的，那我要看，可以吃吗？嗯嗯嗯，好吃吗？吞下去吗？嗯，从后面吞，撒尿流啊！好，恭喜找到一个，找到一个了 ，OK。哦。为了要帮助我们这个家庭，你看这里面都是汤了、啊。我刚才拿了整个电话来，但是被找到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阻碍他。亮宇，还有多少时间呢？还有36分38秒。像这个，你一定会以为他是不能吃的，对不对？对，有可能。他就可以吃，真的吗？对对对，我吃给你看。你可以吃吃看啊。嗯。真的可以吃，可以吃吗？这可以，还是你要吃咕老肉？咕老肉真的，咕老肉真的，嗯，真的哈、哦，我们没骗你，对啊，好事啊。我们这个钱就花到这个地方，如果是不是？你看，如果他都没有的话，我就走了60000。我跟你讲啊，仔仔在今天演到这边来啊，你进门到现在来讲，我觉得他的策略。是对的，正确的哈，是对的。可怕，为什么你知道吗？它属于地毯式的搜索，先抓进地毯，对。然后他不知道，我们都藏在天花板，他做地毯式的。天花板，哎，露馅了，他是在找天花板啊。地毯式的搜索，嗯，过来了。他被我们困在了，蛮厉害，他蛮厉害的，他很积极。你在平常下厨房吗？平常也会啊，也会哈、哦，那是新好男人啊。对，那对厨房的东西应该都很清楚的。因为我跟你讲啊，现在是所有的华人世界的偶像都知道来我们节目里面不能出糗，对，要不然回去网络上然后讲到难听了。来一杯吧，红酒，红酒。哎，那是你的葡萄酒，哎，葡萄酒，哎、葡萄酒，葡萄酒，走一走，还老喝葡萄酒，谁呀、啊？谁喝啊？哎呦，我的口水，哈哈，好喝，很好喝。哎，那个有史先生的屎啊，把史先生的口水啊。Hello， 他好认真的找。Hello， 耶耶，哦哦。哦，那你已经靠不好意思啊，那个靠靠那边的，靠近了，靠近了。等一下，我们时间还有多久？正经观测，6分30秒。啊，哎呦，已经过了6分钟了。我等一下要想一下他。过了6分钟了。笨蛋步调从容不迫的仔仔，能找到柜子里的婷雨吗？超大卖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过了6分钟了，仔仔，你过了6分钟了，找到一个小朋友了。先生您，啊，完了，怎么样？是现在是谁？好可爱啊你！怎么样？啊，小朋友，太辛苦了。好厉害啊！小胖被找到了，找到婷雨了。哦，找到婷雨了，对，那很明显。真的值得给仔仔掌声鼓励一下，太厉害了。虽然今天的疑点都很困难，可是我们看到仔仔非常的认真。他找到那个的话，反而是我们最开心的，因为他那个就没有看到了。对，没说到各位，送呀。仔仔哥哥是坏人，他把你找出来没关系，你等一下装鬼去吓他，好不好？哦，你等一下戴这个面具，哦，啊，装鬼去吓他，他戴在头上，然后他就很怕你这样，哈，好不好？这样，好。先示范一下，会很紧张吗？这次合唱队？
还蛮紧张的。其实不用紧张，我觉得仔仔他是有他的亲和力的，那唱片销售量已经有一定的定数。对，那就要靠你多多模仿。没有你，没有你，因为多多模仿你，我是怕你会担心我把你丑化。哦，不会耶，那个比原版的还要再帅气啊！哎呦，你讲这句话的话，我真的不好意思，仔仔夸奖我。提醒我一个嘛。我是很想提醒你啊，可是。这样不行哎，因为还有两个摄影师在这边啊，外面还有站五个制作人，你知道我怎么提醒？好、啊，哎、欸，那个来了，那个他不懂，那个好、啊，那你去，你去，那他太大只了，他懂不进。到在哪里好？这个很小，要不然他可以，他应该可以，他可以。哎，有一个好消息啊，他从后阳台，哎，他从后阳台出来了。因为他有十个疑点，你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OK， 对 对, 對，我们可以，好不好？那、啊、我这个不是提示啊，我是在给一个另外一种战术。对，另外一个战术，不一定都一定要。因为如果有些地方找不到，就不要执着再去找那些。对，像考试的时候一样，若不会的就放开。嗯，哎，各位，我们今天的希望全部放在那里。加油！好 ，keep quiet，keep quiet，everybody。我们主办单位就是很有智慧。报告，在厕所里面一无所获。哦，厕所里面两位都一无所获。你那个白痴，厨房啊，厕所。那个是，哎，这蛇算是疑点吗？不算。那这些衣服呢？看到他们的内衣。这为什么那么厉害？我都忘记那个叫做厨，那个这有什么好厉害的？他就不要跟着。哎，谁家厨房有装冰箱的？你表现不好，你直接演鬼就好了，好吧？演鬼就好了，好吧？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现在只找到两样，就是找到那个乒乓球，乒乓球，跟那小孩子鱼丸，跟小孩子啊，两样，一个人一个疑点而已。这个不是吧？那刚才那个吗？十分钟快过去了，哎，我们太好了，来一点，恭喜啦，好不好？已经过了将近十分钟了，十分钟，仔仔呢，应该有点那个高抬贵手了。哇，谁那么有气质啊？哎，那你们家里面摆钢琴，应该有人会弹钢琴哦。我想一定是我们陈太太啊。你不会弹钢琴啊？我是装气质的。真的吗？我现在觉得，这个天花板上面，就是它开着，我想帮它稍微检查一下，天花板有没有好。顺便看一下有没有一些老鼠、蟑螂之类的。看到没有？我们今天邀请仔仔来当水电工。对对对对对。没有，所有疑难杂症全部会修的。你在家里面马桶坏了，什么灯串坏了，你自己会换吗？很少，因为其实都还是会有哥哥家人帮我换。可以吗？可以吗？那自己好不好？也聪明吧。等一下，他在哪里啊？哦，你很关心的哦，很紧张哎。要引开他的注意。家人接了对，哎，奇怪，关灯他也没什么感觉哈、啊，太认真了，玩要玩真了，哎，太好了，太好了，他从厕所出来了，太好了，出来还是厕所？厕所，好，哎，好，现在呢？先来搜个小孩房。找得非常仔细，从来没有看到这么细心的人。他连天棚都拆下来了，我怀疑他以前可能是水电工。现在打开这个橱柜，里面是比较有可能会有藏人的。哎，哎，哇，不好意思啊，你对我们的吉祥物好歹有一点感觉嘛，或者说。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就是说自由发挥了，但是就是说我们这个 setting 很辛苦，就是说我们的吉祥物总是对不对？不是，重点是这个道具，就我们做的很辛苦的、啊。这重点是我根本没有来过这个家，我不知道这个是你们的吉祥物还是这个家原本的装饰。不是啊，你看到这个，你不觉得很害怕吗？这样子。那石先生跟陈太太是在武林农场也是什么石先跟陈太太？陈小姐，石先生跟陈太太，对对。你们武林农场认识？应该是石太太，因为是陈小姐。石太太，石太太不好听啊。对，陈小姐这样。陈小姐，怎么认识？怎么认识？就我们从那个地方叫什么？立山。
坐两立在啊立山坐车下去，然后下了车我就是要去找一个旅馆，然后再也是要去找一个旅馆，然后我看到这个漂亮的小姐，我想说，哎，我们是不是一起去找一个旅馆？哎呦，天哪，好直接哦！真的吗？然后又跟他讲，为了要省钱，我们就是来一个单人床啊。哎，你帮我们画这样子捏啊，这样子捏坏掉了啦，试试看嘛。不要解释，能不是。你要跟你躲起来哦，好，等一下我跟他讲，讲完我再跟你躲起来。他没有演那个眼镜蛇，他不生气，他要跌两次下载才。然后，宪哥，宪哥，我拖拉时间，我拖不住人，拖不住，不行，我这里有爱情故事 ，love story， 你继续拖一下，再拖一下。对啊，你那个 side story， 你去吃出来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拖？那这是一个误会。OK， 刚刚进来没？好，就是下车的时候那个。从台中到武林农场只有一班车 ，OK？ 也有可能这边没有一点，有可能的，你知道吗？金刚，你要不要换一件？嫩，这个哦，是嫩，对啊，是梦。所有的旅馆都订满了，只剩下山庄。从旅馆到山庄有8公里，所以呢，我一定要找一个人跟我一起走，因为天快黑了。哎，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走路。没有选择。我先生，再来问问看。你在选什么？你什么准备？我觉得直接暂停。直接暂停。阿爷，吹哨子。马上来。马上来。怎么样？宪哥，怎么样？评评理。啊？好。他说这叫梦。我说闷。你看，我有孟子、孔子、老子，是不是这样？对呀，对啊。那你说什么？你再讲一遍。我跟你讲哦，等一下哦，你这发音你要负全责哦，全国2300万人都在看你哦，万一你讲错，可能会被骂很久，会被人家笑很久。所以九孔，你看为什么你没有观众？为什么？你有没有看到？谢谢。你看他的分析，就播一半给我就好了。孟加拉，孟加拉虎啊，孟加拉，孟加拉虎。好了，宁阳嘛，这哦对啊，这个好多。都错了、啊，这个字也写错了、啊，对不对？棕熊嘛，棕嘛，棕。恭喜找到一点认，不是认，是认。哎，日跟思考我这个认识小顿悟。会热吗？会热吗？小顿悟，帮你开冷气啊！哎，那可以开冷气啊！对呀、啊，你在这边坐一下，坐一下，坐一下，开个冷气。耶！制作单位的策略完全失败了，发音不标准的仔仔还是注意到了海报上的错误。一恩不敢躲，他太黑了，所以我又再躲一次，好惨哦！我拿到60000块，我要买电视 ，Wii Xbox 360。请你换另外一间来找一下。接下来找这个时间表。当初的陈小姐长得到底是怎么样呢？长得有多漂亮呢？请看。啊！哎，好运抓到了，这么漂亮啊！对对对，那是就是我们陈小姐嘛，很清楚嘛。有没有？是她吗？是她，是她俩。哦，对，大学毕业照。对对对，哎，对对，姑在讲，我刚才看陈小姐的年轻的时候。哎呦，自己绊到脚。不知道这算不算疑点，该不该吹？真的，我真的就帮你。哦，你流好多汗哦，仔仔。太热了。平常都会这样子流汗吗？我想先吹个哨。好，你吹。好。好，时间暂停。后来就他陪你走那一条。对啊。啊，他又就走到又提起来说要省钱的事。其实，要不要省一间？确实是没有什么房间啊。哎，结果就吹哨子了。没什么房间，结果就要求说住一间啦。可是是两张床啊。但同一个房间。好了，各位，后面就留住我们这个神韵了啊。OK。然后几年后就是这个，大的老大来了，又老大。请问疑点在哪里？我觉得，因为这家人很少看电视，怎么会有那个宪哥的那个签名照？告诉你好不好？因为宪哥呢，刚刚讲说这个
房间里面呢少了一点东西，他自己签给送给他的。对，所以这边一张之外呢，那边还有一张，他一对的，那边还有一张一对的。对对对对，双双的。所以这个不是一点，这不算一点，这不算一点。你也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签名照送给他，他们也会贴到墙上。OK， 好，好，时间继续。怎么样？没有找到，没有找到。我跟你讲，他说你的签名照是一点呐，你的签名照放在这边不合理，我吓一跳。只要是人，不可能把你的签名照挂在这个墙。哦，我只要是人。说我的签名照是疑点，这个我不以为我。如果说我签名照是疑照，那我就不会了，不会的，不会的。啊，对嘛，那么热，你要穿那么厚。对。他到哥哥房间去，你看仔仔到哥哥房间了。啊，车子啊，车车子吗？他还没。天哪！我的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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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要该怎么找？时间过了多久呢？好，六分钟啊！哎，时间过了16分半了，好不好？好好加油！谢谢。但是你在小波你有没有看到？你猜他多大？猜他多大？你不是你开飞机的哥哥呀？你猜开飞机的哥哥他多大？5岁，拜托3岁。嗯，我仰视一下，他几岁？3岁。我跟你讲啊。孩子，为什么你看生的容易？可我觉得他很养的难。还有七个，你还有两个人，5个疑点。两个人5个疑点。那我们的表情是多么希望他能够赶快找到，因为时间很少。加油，加油！啊，我尽量，我尽量。而且他就只有一个人，我们又不能帮他。真的啊！之前还有一次来3个人，星光帮还一次来5个，你只有一个，这么的太不公平了！一个人你们要把他。他一个人，你们还弄那么困难的，真的没有人。哎，芝芝啊，芝芝啊，哎呀，啊，我跟九令讲一下话，我忘了跟他讲。九令，先跟他讲，有人超越你的记录嘞！哎呦，是你们，其实呢，九令，以后你可以继续来了，不用自卑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看到了，真的吗？等一下，等一下，紧张了。哇，这个叫大眼新娘，她找不到灶门。真的？是啊。哎呀，更不用说，哎呀，这么难的。好紧张。他刚才摸到的那个，那上个。看到另外一个木头车。他过了。不是啊。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起来不能吃，其实它却能咬一口。窗帘怎么打开了？因为仔仔打开了，他猜窗帘上面有问题。放弃这些。完了，各位。有一棵龙龙树。他跑到哪里去了？各位，哎，各位，是仔仔现在呢，已经整个人瘫掉了，躺在他们的贵妃椅上面。他进来了。冷静。OK， 如果是一家人，我就会坐在这边享受这种感觉，就试着融入这一家人，应该就可以试着发现。不一样的地方，讲的也是白讲。你老公的性格是不是不太愿意跟人家接触？会不会？在哪里？不能这样子。那你为什么不买电视？你跟我讲清楚。我们是做电视的，然后你还不买电视，对不对？宁愿摆几只烂鱼，都不愿把我摆在那里。这个算吗？这个好像没有任何合理的地方。真的吗？这也是吉祥物吗？哎，啊，找到一个小朋友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决定把你的海报放在你的后面，在你会在你海报前面有。万一真的拿到6万块奖金，我们买一张大海报啦，买个电视 OK 的啦。好，我现在找到一个。时间暂停。
找到了。完了完了，人被找到了，找到了，人被找到了。人被砸炸了。我跟你讲，妹妹真的，妹妹真的是太辛苦了啦。对，知道吗？都是因为这个弟弟哦，很难控制，小朋友太难控制了。原本他要躲在那边的，他原本要躲在那边的，爸爸要吹笛子有没有？然后他学死了有没有？这样出来，这墙壁不会有，不会有。顺便看一下这个整个设计好不好？你待会可不可以玩一次？好吧，爸爸吹笛子，然后你学死，这样转出来，好不好？拜托了。爸爸吹。那我吹好不好？我吹，你爬起来好不好？好。要不要？还是仔仔叔叔吹，你爬起来，这样好不好？谁吹？声音好听啊。你要谁吹？你要谁吹？你要谁吹？我仔仔找。好好好，那我们再找。我们再找一遍。所以说刚才那个找到不帅，好不好？跳一下剪掉。OK， 走，我们去。拜拜。哎，哎呦！还在，怎么了？干嘛？你来，这有乐器，乐器，你要乐器上上。好啊，迪迪，好 ，OK，OK， 开出来啊，好，多谢，好。你要吹吗？你这吹，你吹，他吹谁出来？出来了，他正在吹风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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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蛇，哦，这是一个好方法，它拖延时间，咬住了，对，那是你戒备，再下去一次，对，不要出来。天啊，为什么吕后手跟正式来完全不一样？本来是说他一吹笛子，他就学蛇出来，学蛇，一杯杯 ，OK， enough， OK， OK， snake 一杯 ，snake， 开始 ，OK， 开始，跟着音乐，站起来，怎么？再一次，好，错，哎，赶快去找了，好，亮宇，时间过去多少？过去12分钟了。剩十八分钟了，哇！好，可以出来了，啊，还有五个一点呢，你好棒啊！一个人五个一点呢。哎呦！这胆子很小，吓死我了！今天会被吓死。不是啊，他看看这个也吓一跳。哎呦，谁不吓你？原来是那个东西哦。哎，你还怕我们收东西啊？不要不要，就我们来去好了。我们收东西了，真的是很轻松。不好意思，小朋友太难控制了，我们又失败了。我们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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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Hi, my friend. Thank you. 我吹一个北海小英雄给你听，好不好？好。你会不会唱北海小英雄？我会用跳。北海小英雄，来来来，预备。五个一点一个人，其实呢，时间上还算 OK 的。真的吗？是不是要再加快一点？要再加快一点。认真的仔仔进度稍稍落后，双面牙刷就近在眼前了。这一回他能够轻松破案吗？全国收视第一的节目广告之后马上登场。欢迎收看《中华电档》，嗨。其实呢，时间上还算 OK 的。真的吗？速度要再加快一点。要再加快一点。是连这种小东西都有可能会变的。尤其是厕所里面的东西，因为比较杂。比较杂，因为有牙膏啦、牙刷啦，然后有一些洗面乳啦、洗发精之类的东西。哦。洗面乳、洗发精，还有毛巾啦、哈、卫生纸啦、插头、插座、连通头啦，都是为你的啦。哟，实在太辛苦了，喝口水，汗流成这样子，不会连水都假的吧？不会，刚刚就让你吃过饭。嗯，好，继续加油，好不好？好，补充一下体力，继续加油。好，叮叮叮叮叮，咣当当当当。好，真的找不到。
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找啊？他们15分钟，15，对。我们刚才那太嬉闹了，好不好？不好意思，我们已经轻松到还去吃下午茶，然后拿一些，没有，没有，不好意思，你们大家心情都好开心哦，我们太紧张了，太开心。整个房子里面大概挤了50个人，你怎么没有贴那个？对，等一下，等一下，就是仔仔的脸最忧愁了。我，不太会弹琴。必须要跟你讲，你的时间严重落后。真的吗？我们剩多久？14分05秒。万一你失败的话，你可能会被很多网友笑，然后支持你的歌迷会觉得很难过。他还有6个，一个人5个疑点呢。对哈，对哈，那个还有一个人，他有1个人，对，还有1个人，怎么办？他好用功的躲。好稳啊！这里面好热啊！我等一下要下彩彩。你的大儿子，你忘记了你跟这个小朋友吗？有2个，还有5个疑点，哎，还有儿子吗？没有，不止还有吗？哎呀，又找到一个朋友。哎呦！哦，找到了！天哪，他热成，哎呦！哇！这样子，热爆了，热爆了，太厉害了！简直随便翻一翻就被找到了嘛！啊，我一来他就找到了，这是碰巧，跟我没有关系。哇，全干了啦！还给妈妈放下，哇，好辛苦哦！你好辛苦，好辛苦哦！我跟你讲，为他躲好久。哇，你如果拿到6万块的话，妈妈就帮你买洗发精洗头啦，好不好？香香的，你洗完澡拿新的衣服哦。好，现在呢还有5个疑点呢，剩下5个疑点呢。今天很难呢，哇，好像剩下3个啦。剩3个吗？哎，剩几个？剩5个。5个疑点，还有5个疑点吗？5个吧。5个疑点，他只找到2个啊。哦，这个找到了。5个疑点。哎，我们怎么那么轻松啊？不行哎，又查到了。怎么样？这有什么问题？哎，这可以吃哎，是吗？看到。我跟你讲，你吃一口，他吃一片。对啊。谁？你吃一小口，他整片，可以啊。这是叫什么？这叫什么？你吃一小口，我吃一整片，吃下去。哎，他开始吃了，好像很轻松哎，我们要等着时间过去而已嘛。你相信啊？哦，网友要公干，你一来偷吃东西，对呀，找到了1点，又1个啦！这我们时间只剩下。遭受宪哥连番羞辱及阻挠的仔仔，拼命想挽回颓势，只剩下13分钟，仔仔能够找到最后超难的4个疑点吗？对了，有比九令好吗？比他早，比他早几个？他几个？他找到剩下最后2个，最后2个。对，啊，你完了，你完了，你完了嘛？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艺人搞得这么认真啊！对啊，他好认真啊！球都这样子，我觉得这就是脚踏实地，我觉得非常好。其实，只能说完了啊，各位。我们陈先生，我们陈小姐呢，他们这个家庭越来越开心了，因为4个疑点里面呢，有3个听说要冠上 A 级的，对对对，最难度的。难道你看出来这个是我吗？这真的有点像啊，真的蛮帅的，真的很帅，真的黑人的，可以从那好莱坞去的。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等一下，对上这个大家里是不容易。在哪里？电脑桌。哦，他在翻笔筒，他现在在翻那个笔筒。叮叮叮叮，我想应该不会看到。对了，我跟你讲，我们有太多强项了，你看到没有？仔细找啊！哎呦，哎呦，哎呦！哎！你不要笑我，你可以再能改一，好没有成就感哦，完全没有笑到。他完全不理你，是吗？我太打架了。
我太专注于在找这些东西了。你居然没有发现表还是？他根本是能感，好丢脸啊！哎，来来来，我们在后面看书了啦。看书，我们是输了的。他等一下，他还没有觉，他还没有发现。日历还是旁边的那个笔记本？那个是笔记本还是多脸？我刚才还有哪个地方没有找出来？没有找，有哪个区是没有找到？这个有找到的，这个我有在找过。亮宇，我们还有多久时间呢？时间剩下最后十分钟啦！剩下十分钟了，你们进度严重的落后。好好，都是宪哥的功劳，你把他吓一跳。对呀，这个人我都没看。结果呢？哎，这里。加油！我们在这边现在开始很紧张，是不是？没有，我们可以开始讨论要买哪一个牌子的电视。各位，跟大家报告啊，6万元，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45000已经入袋了。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要买哪个牌子的电视。加。要买哪一个？要买哪一个牌子？不买，买啦！买个电视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家里多无聊。对啊。好，买电视哈。对。要不要买电视？要吧。好，得奖的话，那你有钱就拿去买了。好不好？好。要买电视吗？他躲得多认真。他躲得好认真。认真的。对啊。不是，有些事情哈是跟你开玩笑。我跟你开玩笑，其实真的有这个牙膏，真的是开玩笑而已，好吧？太执着了，执着在一个牙膏上面已经待了1分钟，你只剩下最后的9分钟了，好，剩9分钟还有4分钟了，还有4个疑点哦，9分钟还剩下4个疑点哦，四个疑点，快说忘记了，不能忘记，予以坚持白人，奋力，OK， 我会加油的，好不好 ？OK。怎么样？哎呦，大白鲨来了！经常大白鲨来了。什么？来，有重视，仔仔来了！来，先走。这个地方跑掉。最近刚才找过了，是这个东西，所以我刚才没有找到的是。哎呀，他怎么会找不到呢？太难了吧！真真高兴你找不到。这上面不会有，只要有我躺着的地方都不会有。对，放心。哦。我们时间还有多久？还有7分23秒。7分钟，七分钟，可以喝茶。7分钟，不是活动的，是吗？香槟可以打开吗？不会这样子。真的没有想到6万块钱可以带给我们史健这一家人这么多的快乐，这么多的幸福。苹果汁，可以喝。香槟你要喝什么都可以，你要喝咖啡也可以，但是就是不能够喝酒啦。周无凭呢？哎，小熊啊，他怎么那么笨啊？我也不知道。听说他比那个酒令还笨，哎呀，其实啊两个人啊半斤八两啊差不了多少。我要去拜托一下。哎，他真的离开了。小朋友啊。好了，辛苦了，救不了了。辛苦了，辛苦了，安排好了，出来了。这个小朋友比较乖。来，我跟你讲，问小朋友就知道了。对啊。保持。干嘛？小朋友，你跟我讲一下我们在哪边吧，我们带你去参观那个房间。走嘛，走嘛。哎呦！小朋友给仔仔提示了啊，真的吗？好，小朋友，把小朋友包围好不好？你这样子，我唱新歌给你听好不好？这个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怎么跟厨房原本不一样的地方呢？没有啊。人团结的气势，孤军奋战的仔仔能看到躲在玩具车阵里的饼干车吗？内容非常精彩，千万别转台哟！好。哎！完了！呀！
真是个笨蛋，大笨蛋。干杯，他吃一口了，赶快去看。我刚来他就找到了。中控，怎么样？饼干做的玩具车。哎，饼干做的玩具找到了。玩具。饼干做的玩具啊。好，时间继续。好。好的，亮宇，我们现在最后的多久的时间了？剩下最后5分50秒了。5分50秒，然后5分50秒，还剩下三个疑点，剩下5分多而已啊。5分多。哎，快点，剩下5分多。我不想输酒令，我不想输酒令。而且我可以跟你打赌，他最后找不到那个，绝对就是日历。如果他找得到日历的话，我把他吃掉，就把他这个家里大扫除一次。而且我把那本日历吃了，他说的我不吃。跟我讲的哪边不一样，好不好？我们去看看，走，走。饼干，这个饼干哈，还有什么？饼干车，哎，对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跟哥哥讲好不好？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哪边怪怪的？因为是卡车饼干，哎，那个卡车饼干可不可以吃啊？请问一下，可以啊，单位是现在在暂停吗？对，新鲜的，走了。我们家的只开始吃卡车。哎，今天是要多少？还有5分05秒啦。这是什么？哎，等一下，你有看过这个东西在你家吗？这个，还有3个。哇，天哪！你看这一家完全是怡然自得的，完全没有任何紧张的感觉。哎，仔仔，你不用靠他了，他全部不知道，不知道。对呀。所以这个是，快点，剩下5分钟啊！夸张了。你看他还跟我们讲要很紧张，跟我们紧张不起来。真的啊，那我们演一下好不好？演一下是这样。你们现在把小朋友放去了，小朋友会不会泄题啊？他不会，他可以看，他只是讲英文。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将来很适合走演艺圈哦。哎，你在那边呢？啊，糟糕了，我现在找不到了。带他来吃饼干车。好啊，小朋友，我带他来就去分着饼干车，请家人吃。你好。这间没有，这边根本没有。有啦，在浴室里。有啦，哦，对。你拉车。啊，就这一个。你讲话被他听到。对。你来，太大声了。玩。哇，刚刚从一片欢乐的声中的一个家庭当中走过来，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能够输得太难看，就算是输的话，也要输得有尊严呐。因为他们说我们一点都紧张不起来，我们觉得我们这万块好像囊中之物一样。我跟你讲啊。日历太难了，而且拿起来又放下去，对，拖把太难了，应该有，剩下3分多钟，仔仔，小朋友把那个车的饼干刻了，哎，它上面有胶水，不能吃啊，吐出来，那个吐出来，吐出来，你已经吞下去了，不是，你把它吞下去了，没关系，我有6万块，等下去。没有啊，妈妈，6万块是玄彬哦，6万块让你们，待会要去洗胃啊，哎，礼物，两个人一起唱，试唱一下，这个设计还不错哎，真的不错啊，无天吹哨，直接在唱，真的吗？时间暂停，这个可以，哎，吹哨的啊，等一下，完了，我被抓到，疑点在哪里？一点就是我觉得这设计非常好的双头牙刷，你会买吗？如果是我会啊，因为上下的牙都可以刷。好，只刷上下。找到了一个一点，时间继续，剩下2个一点，加油，剩下大概，他快被折磨成不成人形。牙刷找到了，哇，牙刷被找到了，我们现在只剩2个了。亮宇，我们找到了，最后多少时间了？剩下最后2分49秒。2分49秒了，越来越紧张了。2分49秒，还有2个，所以我现在是跟酒令是平的。来，已经拉成平手了。平手，对。但是你剩下3分多钟了，加油！有，就是很长，一人不会没有过吗？很多人没有过，但是没有说3分钟还剩下2个1点的就很少。
八分之剩下一个一点，那后面还有五分钟呢。真的吗？你还有两个一点，剩下三分钟。好不容易找到了双面牙刷，但是时间只剩下两分半了。仔仔能顺利找到一周八天的桌历和巧夺天工的蛋糕拖把吗？还剩下两个 ，Don't worry， 这两个啊。哎，你们干嘛就把道具全部拿来试了？哎哎，不不不，哎，他们家小波把道具全吃光了。哎，弟弟弟弟，来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哎，来你拿一个网子，问一下问一下爸爸好不好？网子我给你东西吃，那有几条鱼啊？啊，那爸爸的鱼啊，我们把它吃掉，让他买电视啊。应该有很开心的感觉啊，就我一个人在那边痛苦。两个一点了，两个一点，仔仔笑得好开心，他有可能会两分钟，啊，两分钟了，妹妹，两分钟了，你跟哥哥讲一声，两个一点了，我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花不一样啊？你们在吵架的，他快崩溃了，快崩溃。他只要进房间，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啊！对对，陈爷，你再去躲起来，再给他再吹一次哦。好了，好了，爷，一分四十秒，剩最后一分多钟了，剩下一分钟。对对对对。人小心你找不到，找不到到底人，找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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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你知道吗？很高兴你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他走过，他玩过这个吗？啊，走过次吗？他第一次来，因为他我们有一个很专业，像很专业。我来，因为现在是模仿模式啊，这最后五十八秒，哇，太难了，赢了啦，赢了啦，赢了啦 ，You win， You win。你看仔仔的外套，外套，他已经找到了。在哪里啊？他很差。先暂停，快点，赶快坐，快，日本武士，用这个。哎，不要吧，你是真的，还是真的？用这个，哎，真的，用这个处理。好，时间暂停，时间暂停，不要，让他自己处理掉好了啦。今天如果到最后我没有找到，就怎么样？我就只能。就是跟屋主买这把刀回去好好的鉴赏一下。下话，时间继续。这几秒，这几秒，这几秒。时间继续，只剩下一个提示哦，只剩下一个提示哦。看，法官就是这么有风度，他要一个提示。法官，给提示。法官提示。呀，好紧张呀！仔仔会因为史先生的提示而扭转劣势吗？别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爸爸提示今天几月几号？爸爸提示中。猴子穿新衣，礼拜二猴子肚子饿，他礼拜三猴子去爬山，礼拜四猴子去考试，礼拜五猴子去跳舞，礼拜六猴子去抖六，礼拜七猴子擦油漆，然后又跳到星期日。对，所以他有又是星期七。最后一个疑点呢，在哪里？你知道吗？就在厨房里面，好不好？我们现在还有一秒啊！你现在冲过去还来得及，是吗？预备，计时，开始，开始，五、四、三、二、一。好，各位，好，我们现在已经赢了，赢了，我们给他
体积有多大？这么大。阳台。我们所有人唱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提示好了，预备，唱。薰衣草。薰衣草。Happy birthday。带颜色。Happy birthday to you。蛋糕。Happy birthday to you。大蛋糕。是这个。大蛋糕。我的不多啊！各位，今天终于是喜剧收场了，有没有？找到位，好啦！就在我们面前就是60,000元。你干嘛？哦，我以为仔仔怎么变那么丑。喂喂喂！喂，吓我一跳！我说他怎么，他输了以后整个人变憔这么憔悴啊？今天所有的谜底哦，小朋友都要出。来，你看，仔仔多开心。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哦，我一见面我就说这个是今天最有可能骗得过他。真的，有没有看到？没，从来没有看过这个颜色的蛋糕啊。有没有看到？这里是60,000元哦。哈，那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代表什么呢？就。MV 没得播，好，这只代表说你今天来四个字，把这个钱交给，好，新台币60,000元，啊，恭喜史先生，恭喜史先生的蛋糕，来来，吃蛋糕，吃蛋糕，老板吃蛋糕，吃蛋糕。那今天仔仔虽然把这个60,000块给撇掉了，但是哦。大家对他特别喜欢，对，尤其是我们史先生特别喜欢他，他给你这么大的，今天礼拜几啊？今天礼拜几？但是他的诚意哈，他的诚意真的让我们大家感受到，你看全身是湿的，好不好？好，专辑大卖，叫做什么名称？我不是 F 四，我不是 F 四。我跟你讲哦，我真的不是 F 四哦。知道，知道。好吧，再次谢谢我们史家人。耶！案发现场躲猫猫成功喽！太难了。我跟你讲，这个我跟你讲，我们做单位真的坏。这种颜色的蛋糕我没有看过，然后呢，颜色跟这一样，你怎么可能找得出来？好吧，为了要惩罚你呢，等一下还有别的通道，不可思议。对啊，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呢，有别的通道，你就带着这一把去上。没有没有，你这个等一下啊，不要飞太快哈。我们这把就送给他当纪念品。今天输是输在这块蛋糕上面，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制作单位有这个巧思，可以把蛋糕做成像海绵状的东西，然后放在这个拖把上面。我真的想都想不到，我猜不透你们，我猜不透，啊，好想死啊！今天怎么会这样？却不能停止想念，在我的天空蔓延。有的善良和善变，我可以画一个圈，当作是完美句点，换他自由的蓝天，却不能停止想念一幕幕甜美画面。如果放弃了。